Good morning, everyone from rural China. It's another beautiful sunny day. And today I'm going to be sharing something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ith you all. Quite a few people have been asking what I do for my job at a Chinese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called Green Zhejiang. And I actually do a huge variety of things when I'm not here working from home in this little office. I travel for work about once or twice a week. Sometimes I'm a presenter or a host at an event.Sometimes I translate for our foreign visitors, sometimes I do educational stuff with kids, and there's a whole variety of other things. And it's hard for me to pull out a camera and start filming during most of my work events, unless that's the assignment I was actually given, which is the case sometimes. They'll have me get my little GoPro out and do a little vlog of some kind of activity or event that we're doing. And you might be wondering why none of these little vlogs have ever made it to YouTube. It's because they're all in Chinese and they're quite short.And they're also just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yle from the content I usually post on here, but I thought maybe it'd be fun to share a few of them with you guys. So without further ado, please enjoy this tiny window into my work at a Chinese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大家好，我是杨离子，欢迎来到我们的美丽海燕。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捡垃圾。这个地方乍一看好像也没什么垃圾，对吧？收工回家。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挖这些小孔，你会发现每一个都有小小的碎片，就是那些小的垃圾才是最恐怖的，因为很容易被小动物吞下去，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很仔细的去清理干净，把所有的垃圾都分类好。你们可能又会说，什么动物啊，哪来的动物？这不是个泥潭吗？什么都没有。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里的生态还是挺丰富的，有滩涂鱼，有小鸟，有螃蟹，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生存在这里。不要低估咱们的泥潭哦，这个生态还是非常精彩的。下来看，每一个洞都是一个小生态。看这么多，这是小动物的家。仔细看，这是塑料，你可以看上面印的字。为了这一个瓶子，这是真的为大自然付出哦。出来了！哇，终于拽出来了。来，看一下。哇塞，还有个拖鞋呢。对，拖鞋、瓶子、泡沫。你们可能在想，我没有在海边扔过垃圾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在海边？其实是大海给飘进来的。然后怎么进入大海的呢？很多都是风吹的呀，或者跟随着河流进入这个大海。大家看一下我们四个队收了多少垃圾，真的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能捡这么多垃圾。然后大家也记得日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你不知道那个垃圾最后会飘到哪儿，会被送到哪儿，最好把垃圾放垃圾桶。出去玩如果没有垃圾桶，你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袋子，把垃圾装进去带回家，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今天先到这里了，朋友们，拜拜。哇，这个风车好大呀，我之前看到过离得很远的风车，我总感觉它很小，现在我站在下面，我意识到它是如此的庞大。我告诉你，这个叶片一片就是等于一辆中型飞机的长度。那柚子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风能的优势是什么？可以啊，万一煤炭挖完了怎么办呢？煤炭挖完了可以用风车，因为风是无限的，它可以驱动这个庞然大物，给地面带来电力。它是可以环保的，比如说挖煤炭，挖完之后要烧煤炭，对空气造成污染，而风车却不会。三，风车占用地面的面积很小很小，所以人们都挺喜爱这个。风能发展面临的两个最大的挑战是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储能技术不足。见到啥了？对，我要帮草生孩子。你看它也在用风能，对吧？它用风能散播它的种子，为全国的风能加油。加什么油？加空气。大家好，我是杨离子，欢迎来到文州的数字街活动。
今天在现场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智能技术和产品都等着我来体验，但是我不能一个人体验，这样太单调了，对吧，朋友们？所以今天我有一群小伙伴们和我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少年柯小二。说到柯小二，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排队，准备吃机器人做的冰淇淋。它没有按钮让机器手去按，它是直接是出一个量的奶嘛。嗯，再到其他地方，如果你定的是哪种要加果酱的话，可以就加草莓加巧克力的话可以加下去。这还算简单呢。现场还有个机器人是个厨师，他会烧400多种菜。这个毛豆做得很不错的样子，但是孩子们还是对鸡翅比较感兴趣。冰淇淋大家的评价都很高，那这个鸡翅呢？很香，谢谢。不用尝都知道。看一下，哦，太香了，就是一个小箱子，我确实低估了它。它做的这个鸡翅很不一般，朋友们，很不一般。谁有家里有个闲置的7万块钱买一台？接下来有一个更精彩的机器玩意儿，就是机器狗。虽然暂时没有做到跟真狗一样可爱，但是它有两个好处：一，不会在家里拉尿；二，它没有嘴巴，所以它不会拆家，还是相当的乖。如果别人把它踢倒了，它能站起来吗？哎呦，来了！哇，它能不能跟着人走呀？出去爬个山，我能不能带上它？可以啊，它有个传感器的。这样你离它超过0.8米，它就会跟过来。好想带这个东西去公园散个步，看看人家都说啥，看看人家什么眼光。先是吃现代科技的作品，再是玩现代科技的作品，然后要自己创作了。少年科小二们先学点简单的操作，然后可以自己做一个无人机了。暂停，铁手换掉。好，然后玩第一个翻滚。按住，好，拉高一点，拉高一点。不然的话，它就降下来了。第一次见一个这么耐用的无人机，反腐的帅，它也还活着。大家可不要小看像今天这种活动，可能你们表面上觉得这是孩子们玩玩具，还不如写作业，对吧？其实这一些活动也能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可以让他们对很多不同的领域和主题感兴趣。这个无人机很有意思，它像个小拼图一样，你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模块拼在一起。这个不仅仅当飞机用了，还可以当车用、当船用的。他们要自己要通过编程来让它实现，向左、向右、向前这样的方向进行控制。你在制作啥呢？我就是做一个像热气球一样的，能飞在空中的，上面接个吊篮。一般的玩具呢，再酷，孩子们玩一段时间之后就玩腻了，所以有些家长就不断的在给孩子买新的玩具。其实你完全可以换一种形式，给孩子买这种用来创作的玩具。我小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东西，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能不断的把它拼出新的样子，打开眼界就有无限的可能。希望每个孩子的童年都能够更加丰富多彩，尤其在这个新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机会太多了。今天先到这里啦，希望大家有收获，下次再见。大家好，我是杨离子，欢迎来到温州数字节的活动。上一期视频我们跟着少年柯小二们品尝了机器人的厨艺，也玩了机器狗和无人机。这期视频的主题要从技术换成科学，这样才能最全面的体验数字界的各种各样的搞科技。一个球体啊，它往上吹了一个比较强的风，然后这个风它就会顺着这个球体分开来，然后它就会像一个碗一样托住这个球体。这个是神经，它会连着神经触动了神经之后，它就会向大脑传递一个信号，说大脑我要被拔掉了，你快来滚滚啊！是细菌吗 ？Let me see。哎，现在我们的少年科小二在看纤维晶。
我看到这个画面，我瞬间穿越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去学校外面的一个小池塘，拿点水滴在玻璃片上，然后放在纤维镜里面，看看我们学校旁边的水里都有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在河边，我们来拿出来一点点水，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微生物。有东西了，家人们。少年可笑二妹，我们刚才在纤维镜下面看了这个水，大家都看到了啥呢？看到了很多微生物，有些像小鱼一样会隐藏在泥沙之下。我看到一些把身体缩起来的一些小微生物。然后脏东西跟清澈的水就是很不一样，然后呢脏东西里面就有微生物，清澈的水就微生物就几乎没有。我们再纠正一下，其实也不应该说这个是脏的水，对吧？可能我自己看这个水，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脏，但其实它不是脏的水，它是下面那个沉淀物，就是那个泥沙。如果没有那个泥沙，那不能有这么多生物，对吧？就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那整个食物链就支撑不了，对吧？因为食物链的基础就是这些小的东西，然后别的动物吃它们，然后最后就是那些大的鱼我们自己要吃。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泥沙小微生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才是最脏的。我拉肚子了。你们是最脏的。白天的时候，这个小摊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和小模型，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到了晚上之后，这里才变得真的刺激。来来来，让少年科小二们带你们体验吧。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早上做实验的地方，看这些熟悉的东西。现在纤维镜收起来了，准备换一种玩法。放上，咬一点，然后抬高，抬高，稍微高一点，对，然后要玩火呀！你们说玩火，我还以为是圆房的看着火，没想到是自己要放在手里。哇！不要不要！然后握紧就可以熄灭了。好恐怖啊！好恐怖！今天的结尾太精彩了点，确实没有想到，好像没有一个摊儿能比这个摊儿更加的精彩，所以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如果你们家周边有类似的活动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你不知道你能玩出什么火花，能有什么精彩的东西等着你。拜拜，下次再见。That's all for today, everyone. Hope you guys enjoyed these little vlogs. Again,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normally post, but if y'all find them interesting, maybe I can post another little set of them in a few months. I'm always making these here and there for work. And in upcoming videos, you can expect two different types of content. One is just my life here at this village when I'm working at home. And two is when I'm traveling for work. Sometimes I can grab a little morning or an extra day to do some filming of my own.And then I can make a vlog while I'm out on the road for some other thing. So stay tuned. See you next time.